老板。哎。老板你好。哎。你要回家了是吗？哎，叫什么？就是我们。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，我觉得我能帮助的我就帮助你。老板，哎，老板你好，哎，你要回家了是吗？哎，叫什么？我是后面，不是后面，是后面。嗯。就是我们身份证。嗯。我想请你帮助我一千块，因为我想要还有钱还没有用。啊，所以你要。可是我身上没有这么多耶，因为今天我刚好把钱都拿去滚了呢。我这边有500块，我给你500块，好不好？那这也是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明天晚上我就来。没关系，你如果记得的话你就来。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，好不好？讲这句话我好想。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，我觉得我能帮助的我就帮助你。欠人家20块。没关系。我做大罐的，没事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谢谢，不会，好了，回去小心。老板。哎。老板你好。哎。要回家了是吗？哎，叫什么？我是后面，是后面是做直播的。嗯。就是我们身份证。嗯。我想请你帮助我一千块，因为我想要去办，就是这些，然后我钱还没充足。因为我想他两天没有出去。我这边有500块，我给你500块，好不好？那这也是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明天晚上我就来。没关系，你如果记得的话你就来。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，好不好？讲这句话我好想哭。我觉得大家都不容易，我觉得我能帮助的我就帮助你。